由天下新聞同埋 Cube Bakery Cafe 共同企劃嘅父親節特別活動《我的爸爸比較棒》活動已經正式開始。喺今個星期六月十五號下晝一點，將會有《我的爸爸比較棒》嘅吃麵包比賽喺 Cube Bakery 舉辦。歡迎電視機前面每一個爸爸都可以喺現場參加比賽，同家人一齊度過一個特別嘅父親節。Cube Bakery 嘅地址係1355 Nogales Street, Roland Heights, 加州91748。想和爸爸一起过一个充满童趣、香味十足、竞争味十足的父亲节吗？今个星期日6月15号在父亲节当日下午1点到2点，天下卫视和 Q Bakery Cafe 将会合力举办《我的爸爸比较犀利》食面包比赛，诚意每一个爸爸前来和家人一起度过一个特别的父亲节。即日起拨打323-888-0028分機215免費報名參加，優勝者有機會獲得獎品。